行政長官向本。未來五年，我會帶領政府團隊團結各界，凝聚力量，積極發揮包容共濟、求同存異的優良傳統，為市民謀幸福，為香港謀發展。首先融入國家發展大局，在我的施政報告是多部分是有提及的。在我們融入國家發展大局有三個大方向，第一十四五規劃，第二如果大灣區建設，第三一帶一路裏面，工作是很大，機遇都非常大。